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没人啊。嗯，刚才那稻草人放眼了吗？全军出击！俺老孙可会扎谁不好，扎个上路，真是恶心。给我扎了，我这线上咋打呀？上来掉100滴血，这还怎么拼？再来问问土地老王。真贱呐。用上气。你给我把头盔戴上。拼上了还跟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2个闪现。不可能，差点 W 标上。我直线走，他没办法扎我，扎着斜着扎我不可能。我就直线走，一直直线走，他只要扎我，我就放 W， 他一定是扎不着的，100%扎不到。这都不用担心，除非我是斜着走，他上前面预判那行。我直着走，他斜着扎他也扎不着。打野有80%的概率再上就再上呗，他又没给我抓死，我们家还拿了2个人头，挺好的嘛。牛逼，真你妈能蹲。
出个这玩意儿是要出啥呀？他不会上来就直接出黑切吧？就行啊。气死他！这都不死，四滴血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感觉好像是差点伤害，不是很够，所以我都没乐意怕他闪现晕我。这波他敢出来他就死，E技能已经交了，出门就死。三，哎，这都不出门，不管啊，他只要去支援我们就收线。慢性死亡，你们家没有能翻盘的人，我就这么告诉你，你从现在不开始不跟我拼，你就慢性死亡，一个兵你也别补。跟防御塔双排是不？说塔。
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来人了。没来人，他敢上来晕我，他门他都不敢出。用妖气。没来人啊，他包子不搁下路呢吗？交了都不敢上。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吧。我死了。转慢了。哎。这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。你的 W 技能。如果教的有点随意的话呢，那你就很容易就会死啊，没关系。反面的例子，主要是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举一个例子。不能轻敌，我现在就送十个他都是个屁，我送十个他们家就这那鱼他都赢不了，这个缩头乌龟塔下一站，你看他那样像能 C 那样吗？那我送，我凭啥送啊？我才不送啊！我让这傻子给赢了，凭什么？有一波狗上塔推了。